进来的帮我点点赞赞。阿紫山羊找到了吗？没有找到啊、哦，没有找到，没有找到，家人们，没有找到山羊，好像找不到了。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呀？风好大呀！吃惯了是吧？我们还没有吃饭。我们还没有吃饭呢。你们都吃过了是吧？家里的多买几个备用。我今天买了一个，还买了一个那个充电的，买了两个。你是我的歌。今天煮个腊肉吃。先煮煮，起锅刷油。先煮一煮，再炒着吃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又感冒了，感觉。夏天手链戴上对身体好。其实我把我，其实我把你们猜一下，我夏天的手链去哪里了？你们猜一下，家人们，我夏天和手链去哪里了？现在戴，不会吧？谢谢梅哲客家，谢谢。你们猜一下我项链和手链去哪里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丢了？你不会送给别人了吧？嗯，我项链、手链。为啥灯牌点不亮？应该是你点亮了的吧？点这里，点红心这里，点红心那里就点得亮啊！点红心那里。蛋钱了，不是不是，怎么可能会蛋钱嘛？怎么可能会蛋钱嘛？不可能蛋钱，没有蛋钱啊！你们猜一下去哪里了？旧的列车的那番，你番，你番，
烧个水，烧个水给我爸爸泡脚。我爸爸的脚，我爸爸的脚有那个，我爸爸的脚有那个脚臭味，脚气有。烧一点水，给他泡脚。我给我那个小叔带回去给奶奶了，因为你们不是说带着对身体好的吗？然后我就他拿回去给我奶奶带了。奶奶说老是脚酸痛的吗？然后就拿回去，我就让小拿上去给奶奶带了。卡吗，帅哥姐们？卡吗？卡吗？卡不卡？谢关注，谢谢。卡了吗？卡了吗？卡了吗？现在还卡吗？好了是吧？谢谢关注，谢谢谢谢家人们给我关注，谢谢。别人送给我的项链我都还给别人了啊，都还给别人了，帅哥姐们，谁送的那些都还给别人了，你们以后不要老是说我骗谁怎么怎么样的，都还了的啊。羊没有找到，羊没有找到。羊丢了，你这在做什么？我这在做饭呀，我在做饭呀，家人们。我在做饭，我在做饭。对，羊丢了。阿伟的牛卖了，然后还给他了。你来上海，我帮你。我不出去了，我暂时在家里面了，家人们。对，我让小叔拿上去给我奶奶带了，那不是带了就对身体好的吗？然后我觉得我带了之后确实对睡眠挺好的，然后我就让奶奶让小叔拿回去给奶奶带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给我点点灯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喜欢阿紫的给阿紫点点灯牌，这上面右上角这里给阿紫点点灯牌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给阿紫点点灯牌，谢谢。呆子一个，哈哈。你为什么跟阿伟分手？你们要搞清楚，不是我跟阿伟分手，大哥大姐们，你们要搞清楚啊。快点拿回来带，没事，我奶奶带和我带都一样的，没事。红烧呢？红烧在湖南呗。
在武汉呗。阿子，不要送给奶奶，自己带着。傻子，那我觉得奶奶她比我更需要那个呀，因为她是对身体好的，带了，我觉得奶奶比我更需要。我头现在不疼了，头现在不疼了。然后下一次我戴了之后，我觉得确实对睡眠挺好的。然后我就让小叔带回去给奶奶了。只是暂时给我奶奶戴着而已，暂时给我奶奶戴着而已。我小叔到时候我奶奶身体有一点点不好嘛，然后我就让他打坐，奶奶晚上不睡觉怎么的。然后我觉得我戴着那个项链确实对睡眠挺好的，然后我就让小叔带回去给奶奶戴着。没事，家人们，没事啊，我奶奶带我戴都一样的，没事。谢谢点赞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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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赞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不一样是吗？没事，暂时给他带而已。暂时给他啊。走了。嗯，周波，我爸回来了。怎么这里怎么这里电话呢？我怎么能挂上的了呀？哦。你那给我接着。那我几个胳膊啊？我几个胳膊，那我几个？你滚！哎、啊，我回去了。谁住的这个人？谁住的？你妈病了。这不是那个我回去了，哥哥。你今天输了。你下车小心点啊！煮两个鹅蛋吃。我姑姑他们带来给我爸爸的这个鹅蛋是，说吃鹅蛋的话治什么来着，家人们？所以我姑姑带给我爸爸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不，家人们，你们为什么就是？我觉得奶奶戴和我戴都一样的呀，项链。不是给奶奶了，只是给奶奶戴一下而已，家人们，只给奶奶戴一下而已，没事的。不一样是吧？我觉得老人比较更需要这个东西呀。自己戴是吧？我在想我把我的那个耳带放下去会不会爆炸，我有点害怕。那我改天，那我现在也不好意思拿回来呀，我让我奶奶带走。拿回来是吧？替表哥的是吧？
上个楼上有捏住我们叶子啊。哦。哦。很真的。哦。不是你的说你来抓你他鞋子鞋子放里面。下个你拿面子鞋子啊这个的。我听。哦不是啊我没点知道。拿出去鞋子我丢。手机在哪带呗？天那么你烦。表哥都交代你的话，你怎么不听呢？你是汉族吗？你看我们像你，你们看我像什么族？你们看我像什么族？意思啊意思